那我们就是讲完圣谕帝，接着讲是有纪的主张方式。对，有纪的主张方式，主张应与五蕴之后为假名安立的我为波多伽罗的势力。对，那么我们平时讲的就是说波多伽罗，对。波陀伽罗的意思，具有生命者嘛？对，具有生命者称他为就是一个波陀伽罗。那波陀伽罗的话，他所有的众生还有佛，对，他们也是波陀伽罗，包含在佛也包含在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话，他也是阿弥陀佛、弥勒佛，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包含在这个波陀伽罗的这个名词当中就可以的，原因是什么呢？具有生命者就可以了，波陀伽罗就是具有生命者，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认为波陀伽罗必然是不相异性，对。那波陀伽罗虽然是在俱舍律当中来讲的话，它这个里面有就是一个物质的部分，还有。不相应系的部分，还有心识的部分，有分为三种。那比如说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我们的五蕴来讲的话，五蕴就是色蕴就是我们的身体。那受蕴的话，我们所有的感受，对，感受当中有三个嘛。平时我们又分为三种：乐受、苦受、食受。有三种，反正就是你的身心上具有的所有的受，都是包含在这三个当中，感受当中。这个受就是受蕴，虽然是这种的蕴的意思说，很多的不同的很多的聚合在一起，所以称它为就是蕴。所以我们就是，个人就是。我们自己波陀伽罗来讲的话，依靠自己的五蕴，五蕴的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还有识蕴，那这样的嘛，对不对？受蕴，那想蕴的话，思想的部分，比如说我们想蕴的话，它是一个有一点点觉知的能力存在的，这个思想，它这种的，这个是桌子，这个是椅子。有这样的一个抉择考察的能力者，称他为就是思想，所以那个想欲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对，那行欲的话，有一点点这个当中有就是一个行欲的话，除了色欲，还有受欲，还有识欲之外的其他的心所，都是。称它为就是一个行欲，对。那识欲的话，心妄。平常我们讲的心所跟心妄两个当中的所有的心妄都是包含在这个当中。比如说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心妄，每个人都有六识心妄。这个六识心妄称它为就是识欲，就是这样嘛。那我们个人存在的方式来去思维、顽劣去观察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依靠我们自己的五蕴而存在的，对，那么依靠五蕴而存在，所以呢，完完全全自己的五蕴跟自己是，那总的来讲的话，同一体性，同一个体性，但是本质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佛法上来讲的话，这样的区分的，通体。意志不一样的体，那个本质，但是同样的体，那个同体就是这样。那原因是什么呢？那我们在自己的五蕴当中，真正的我们寻找自己的时候，完全找不到的，追本溯源的时候，完全找不到自己的成分。那我们没有观察的情况下，当然是造业者，领受痛苦者，依然存在的。那存在的方式是依靠自己的五蕴而存在，对不对？有时候
享受快乐，有时候零受痛苦，对不对？这是我们个人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个人存在的方式是非常的紧妙的，很多人就完全不知道。所以呢，在以前的大乘就是他们印度大乘就是他们的各个的主张，有对于这种的真正的布特切罗的看法有不同的很多。原因是什么？所以那种的布特切罗不容易辨认出来的，非常的困难的，它存在的方式很奇妙的。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就是提出来一些的自己的意见的时候，那就是所以大乘就是他们彼此之间也是他们就是自己的认出来的一些的独特切落，还是有事例来讲的话有所不同的。原因在这里。那我们简单来讲的话，我们没有去观察的时候，所以我是完整的一个，他也是完整的独立的一个，对不对？当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会自自然然就在内心产生了这种的想思想嘛，对不对？会。但是你如所想象的那样实际上存不存在？真的是不存在的。我们如所想象的自己的辨认出来的那样的我，实际上来讲的不存在的，对不对？所以呢，这种的关键点上来讲的话，非常的违心的，真的很违心的。对，我们个人存在的方式，我们追究到底，所以追溯到底的时候，所以根本找不到自己的，在五蕴当中完全找不到个自己的成分。那我们有些人认为说，那我不存在吗？对不对？追本溯源的时候我找不到啊。那找得到找不到，你想想看，以我们正确的道理来推理的时候就知道了。我们嘴巴上讲找不到，没有说服力，对不对？不能振奋人性。原因是什么？没有强有力的根据嘛。那总的来讲，最主要的道理是说，没有观察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人自己的思想当中完整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我存在的有感觉，这种的感觉嘛。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对不对？完全就自自然然这样的完整的一个我实际上存不存在？实际上来讲不存在的。那你想想看，我们在月城菩萨在入众论当中提到的，他就是一个以马车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去观察的情况下，马车是可以完整的一个马车是存在的。那我们仔细来去观察这个马车的一个架构上来去探讨分析的时候，真的是你没办法拿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一个马车给我看，没办法，拿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这实际上马车不存在吗？不是，马车也是它依靠自己的成分而存在，但是我们追本溯源的时候马车也找不到了。就如此这般，如此这样马车一般的，我们布特切罗也是依靠自己的无蕴而存在的。那我们在这那个无蕴当中真正的去寻找的时候，找得到找不到，找不到的，这个是正常的，不是不正常，这是正常。不只是我们人类跟马车二者而已，所有一切法都是如此一般的。所以我们没有去观察的情况下，自自然然就显现出来是声香味触法任何一种东西的时候，它就是我们这是理所当然，应该是自然的。我如所显现的那样，实际上也是情况是如此的，我们自然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天生的一个感觉嘛。这是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习惯一直串行负面的，我们受恶我执的影响，那所以呢，这个叫做自信有的显现，对不对？
如果自信有的显现，这样的叫做一个自信有的显现。那我们显现出来的东西，你显现出来，比如说一张桌子的时候，你能不能显现出一个，哎，这张桌子依靠很多的因素，它还是有依赖很多的自己的成分而存在，能不能显现出来？没办法的。我们反正就是一看到一张桌子的时候，完整的一张桌子不依靠，对不对？不需要依靠其他的成分跟其他的因素，它完整的一张桌子显现出来的，单独的一张桌子。那如所想象的那样桌子，不依赖其他的因素，不依靠自己的成分，而自然就存在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桌子存不存在？实际上不存在的。如果存在的话，这个叫做一个自信有的，对不对？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显现上有很多错乱的成分，原因在这。我们平时跟讲说，哎，你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所以贴不进去嘛。我哪有错啊？我现在的想法都是正确的，对不对？当然了，所以大部分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习以为常的，实际上习以为常见惯不惯的，实际上不正常的，你认为是正常的。就像一个故事，这个是很有趣的，类似这样的。在一个地方，有些地方，这个地方的人都是疯狂的人，对不对？这个地方都是人，都是疯狂的人，不是一个正常的人。那另外一个地方，一个正常的人，总有一天到这个疯狂的地方的时候，正常的人变成一个疯狂，大家认为是这个是不正常的，也奇怪。原因是什么？所以不正常的人都是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正常的人加入这个里面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原因是什么？跟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自己认为把它作为一个正常不正常的怪怪的人，所以那个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想法错，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就是很有趣的。你看我们现在人类社会来讲的话，那如果我们过去曾经学过、研究过、真正的学过佛学、佛法的哲学的内容、义理，大概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了，我有很多缺陷，我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我的想法跟应该是我的思考还是有没有那么周远、没有那么全面性的，都是一个选择性或者一个片面的看法。我们就知道了自己的缺陷跟自己的缺点，那不然的话，一般人出来没有过去不曾学过的那种学过的人来讲的话，他都是自己觉得天下唯一的证人是自己，大概都是没有错的。我的思想、我的见解都是非常的正确的，所以你就不知道，对不对？你的错在哪里？你的缺陷在哪里？你就是找不出任何的缺点来。那时候你在内心产生了一种自以为是的一个心态出来，确实这样子。对，那种的，我们刚才如前所说的那样子的情况，实际上适不适合这样子，那去我们正确的道理来推理就知道了，对不对？以前我们在印度的大成就者，他们的教授的方式、引导众生的方式确实是如此的，他们之间就是跟你讲，所以我们众生的毛病是什么，你的看法正不正确。那如果你如此这样的怀着这样的一个错觉或者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见解，那过下去的话，那就你一定会将成为三窟的神源。他把一切众生引导这样的方式来，就是引导到解脱之道。对，不是说我们就是对
奇奇怪怪的这种的，对不对？对，广大那个神通广大，用这样的神通啊，或者是神通什么什么的，用这样的方式来，所以度众生是不是这样子？装神弄鬼，所以神神道道的这样的话，就是有时候也许好可怕的。现在我们凡夫众生来讲的话，比较喜欢听这种的话，原因是什么？自己的根气跟他的说话比较相似的，你的行为跟他说的内容是比较相似的，你容易做得到的。真正的佛法里面，大乘就是他们制定下来的度众生的一个方法来讲的话，真的是劝难的。所以他们所谈到的内容跟我们的行为是完全相违的，所以我们就大部分人都是不想听这种的话，排斥。对不对？所以想想看，我们大部分人一般人来讲的话，喜欢听自己想听的甜言蜜语的话，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过下去的话，那改变不了，真的是没办法导正。对，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是，虽然是我们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等等，这种的都是一个累积福德的一个方式，对不对？那我们听思维，不断的去观察，这个就是我们承办的智慧质量的一个方法，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本来就是印度大乘就是他们分开讲，智慧质量跟福德质量是不一样的。累积的方式也是不一样，他们的体性也是不一样的，终于得到的，他们的所得到的结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例来讲的话，经典当中也有，论坛当中也提到说，终于我们得到了，比如说我们透过了累积圆满三大圣贤的质量，终于得到成佛，成佛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四生果，对不对？化身、圆满报身、自性法身、智慧法身，为什么不同的有四生的果位？对不对？那圆满报身跟化身的话，圆满报身的话，三十二相、八十随环、招也的、专也的这样的一个身，法身、佛身嘛。这个就是未入道之前学道的当下，累积了很多的福德资粮。圆满福的资粮所成的一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庄严的一个身就得到了成立了，对不对？那达到佛果之后，就是完全任遇而成的，不需要依靠自己的精进努力，完全你想什么都可以任遇而成，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嘛？那法身的话。佛相续具有的智慧法身跟自性法身有两种，那他的佛的智慧是从哪来的？主要的就是未入道之前，一直不断的学习听闻，对不对？累积了很多的智慧资粮，圆满智慧资粮所得到的结果，结局最好的结局，解脱的结果就是。终于得到了遍知一切的智，这个遍知一切的智叫做智慧法身，对不对？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智慧法身的时候，那一刹那间就可以通达一切的法，对于一切的法明察秋毫，没有一点遗漏，一刹那间就可以通达一切的法，清清楚楚的了解。对不对？完全是了如指掌。那所以呢，我们平常讲的，遍知一切智，一切相智也好，遍知一切智也好，这个都是一个佛相续具有的智慧的另外一个名称，但是一样的。那自性法身的话，是什么？
所以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为成佛之间的所有的众生相续有了这么多的恶障、所知障跟烦恼障，各个障所以留下来的种子跟习气，清净了所有的一切的障碍，终于得到的结果是自性法身。自性法身是佛相续具有的灭谛，断除所有一切障碍的灭谛，所以那个就是叫做究竟涅槃。还有另外一组说自性法身一样的。那你看我们未入道之前，所以累积福的方式不同，所以终于得到的结果也是出现了不同的两个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智慧之量跟还有福德之量，他们的各个的作用也不一样，所以那个就是不要忘记，对不对？所以我们平时，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共修四加行，对不对？还有大家一起共修发菩提心啊、四无念心等等进行，所以修了一些自己的传承的仪轨啊等等这样的，有一些什么大礼拜啊、朝圣啊，还有绕堂啊、布施啊，是不是帮助他人啊等等这种的说法，这种都是属于是趋下于福德之量，所累积的福德都是福德之量，完全不是智慧之量。那我们只靠福德之量改变不了自己的情绪，完全没办法。虽然福德之量得到了很多的好的成果，对不对？释迦牟尼佛讲提到亲自说苦，那个亲自说布施得财只见安乐，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布施得财，你多多少少去布施，像是他的结果益寿果成熟的时候得到了很多的财富，那今生拥有的一些的小小的财富，你的受益都是一个归咎于前世你就积累的一些的福德之量。平常我们讲的就是欲知前世因，今生受之事，有道理在这个上面嘛？对，所以呢，没有智慧之量的话，所以福德之量的作用比较弱。简单来讲的话，对不对？如果你下次布施，你下一辈子得到了很多的财富，你为了这种的目的而实修实践的话，那就你的目的的原因，对不对？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目的而实修布施的话，那就它的结果没有那么好。为什么我们大乘也好，小乘也好，都是为着强调，就是说方便跟智慧双育而进行实修，这两个是单独，只靠我们就是福德之量的话，成不了大事。我们只靠智慧的话，还是有不够福报，还是有一样的，做不了任何的大事嘛，一样的。所以这两个是方便跟智慧双运而进行实修才是对的，各个不同，这两个是 各有各的前求，他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我们 这当中讲的就是一直讲的圣依地世俗地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了解圣依地的，还有了解维系的世俗地的，了解无常的，对这种的智慧都是算是一个智慧之量。了解维系的无常的智慧，通达维系无常的智慧，这个都是一个属于是智慧之量。所以那种一定要了解。比如说原因是什么，我举例来讲，我们平时讲说之前我们有造了很多的恶业，比如说前世也罪孽深重的一个人的话，他相信当然有很多的业障，对不对？由于任何的烦恼导致所造成的业已留下来的种子依然存在于你的心中，
一定要消除这个业障，不然的话，总有一天，这个业障的结果成水成熟，循环到你的身上的话，那就惨不忍睹，对不对？它的结果下场很惨，不好的。所以一定要我们消除业障。那消除业障的方法，所以我们就是平常讲的，透过四力来消除业障。业障是可以透过四力来可以清净的，但是烦恼透过四力来没有办法消除的。你看仪轨也好，经典也好，论点，任何的这种的论点跟经典当中，有没有听说过透过四力来忏悔烦恼、断除烦恼？没有的，烦恼是真的不容易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最基本就是，现在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凡夫众生如所显现的那样，是恶我执影响，凡夫众生显现出四生相位处任何的对境的时候，自自然然有自信有的单独的独立的这样的显现出来，这是完全是恶我执的影响才显现出来的一个境界。对，我们如所想象的那样，实际上去寻找的话找不到的，不一样的，两回事。所以这个是不太正确的嘛。这种的反正就是如有这样的想显现，还是有这个显现当中有就是一个瑕疵的部分存在的，这一定要知道。那这样的话，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依靠五蕴，依于五蕴之后，就是依靠我们自己的五蕴，为假名也安立的我，就是只是依靠这个五蕴而安立我，那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应该是之前也我们就是详细的解释过了，我们个人的存在的方式，你就往内去寻找观想，就你知道了。比如说我刚才如前所说的一样的，对不对？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我们个人就是依靠自己的五蕴而安立，加了一个为，为就是只是的意思，对不对？只是我们依靠自己的五蕴而安立。那我们适不适合我们想想看，比如说你一生下来，对不对？婴儿小小，什么都非常小的，什么能力都没有，自己活着的能力都没有了，对不对？那这个当时还没有去任何一个名字的时候，只是婴儿，谁都不知道这是叫什么。那个时候你现在就想起来，你小的时候妈妈爸爸还没有取名字，父母还没有取名字之前，谁也没办法辨认出这个是一个陈林什么姓，对不对？还没有他的五欲当中没有形成了一个陈林任何一种的人的姓，对不对？那他是一个爸爸是陈的话，当然是取了一个陈嘛，对不对？陈小姐也好，或者是林小姐也好，陈先生也好，不管怎么样，他取了一个名字之后，取了名字那一刻，他的五蕴的体系当中形成了一个，他是变成一个陈先生。从此之后，谁看到他、认识他的人，哎，他是陈先生。他没有取名字，这些谁都辨认不出来，他是一个陈先生，不可能的，对不对？他也是形成了、成立了一个陈先生的一个主要的关键点，完全是只靠他的名言、名字取名字，再来认识他的名言，就是这个他的名字，对不对？那我们所有的天下的所有的法，都是依靠自己的名言可以，对不对？我们尤其是人类来讲的话，不只靠我们的名言也可以了，还是我们唯一的依靠自己的五欲而存在，这个也是道理的，有道理的，对不对？比如说你直接我问你说，你真正的你在哪里，对不对？陈先生，你真正的你是哪一个，只给我们看一下，你根本找不到了，
对不对？你的头发不是你呀、啊，你的头也不是你呀、啊，你的眼睛也不是，耳朵也不是，皮肤也不是，骨头也不是，那软骨也不是，四肢躯干、六腑五脏都不是，那就是你是哪一个？什么成分都不是你，对不对？那你不存在吗？哎，我存在啊，有时候有感觉啊，对不对？那身体的不是部分不是你，很简单的。但是心事的部分，你的心所心往当中也，你的体系存在吗？那你看，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心嘛，那眼是你吗？不是，我的眼是，耳是也不是我的眼，中间加了一个的，我的眼是，我的耳是，那第六识吗？不是，这个也是我的心事。那这样的话，你在哪里？你看，我们一般人没有真正的去透过正确的道理来推理、观察、抉择的情况下，我们就是有一点点受我执的影响。我们显现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自自然然、自系有的、地势成立的，有这样的一个显现出来，对不对？由于这样的显现错乱的成分，导致我们造成很多的困扰，造了很多的恶业，确实这样的。释迦牟尼佛在经典译句，还有所有在印度大成就者他们的论点当中的，一口同声的强调的，都是所有轮回的过患，都是来源是烦恼障，所有的烦恼障的追本，它的主要的。它的渊源，它的龙头，它的那个源头就是一个我执。我执有两种，人我执跟布特切的我执，那个法我执，对不对？那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啊，我应该是这样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过生活当中，我不理解我执的错乱。恶我执错乱的成分也没有什么影响，有这样的也许会产生这种的隐心，但是影响很大的，真的影响很大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有啊很多的我们商店也好，很多的一些的大公司里面，对不对？常常都就是在公司里面的东西或者金现金都被偷走了。但是不知道谁偷走，抓不到这种的小偷的时候，那让人家头痛。那总有一天装了一个监视器，明天就抓到了，对不对？所以小偷就露面了，就是类似这样的。现在你的感觉上，如果我们不知道恶我，这是一个颠倒式，它是错乱式。恶我执，所有轮回过患的根源。我们每一个人相续拥有恶我执，导致我们不由自主的领受痛苦，对不对？沉沦于伤苦的深渊，我没办法，无法自拔，对不对？不想要领受痛苦，自自然然就产生了很多的苦受。一直想要得到一个稳定的、一个永恒性的一个快乐，但是一个短暂的。一旦掀起了一些的乐受的时候，维持不了多久，消失了，销声匿迹，又一个痛苦的风波出现了，对不对？受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这都是一个你恶我执而来的，对不对？那我们不知道这个恶我执是谁的，这恶我执不在于外在的物质上，不在于他人的身上，对不对？你的痛苦的根源，恶我执在于我们的心中，不在于他人的身上，这一定要了解嘛，对不对？所以三界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众生，所以这样的一个将错就错。动辄那个还有冲道覆辙的
主要的原因是每个人相续有具足这种恶我执，由于恶我执的导致，衍生出不断的很多的烦恼，引起了很多的烦恼。由于烦恼因素不断的造了很多的有漏的善恶恶执的业，那由于这样的业的，所以不断的那个循环这种的业的果报的时候，那就我们众生就领受痛苦啊，非常苦恼，很烦，没办法，对不对？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他的道理在这。我们就是完全即要面临关头的时候才后悔或者是害怕，对不对？菩萨不是，菩萨为因的是什么？所有的结果都是依靠因而产生的，对不对？那因产生的话，哎，我播下了一个痛苦的种子的话，会长出痛苦的苗，有幼苗，这是一定的。原因是什么？因跟果之间的关系是不起款的。那我造业的话，将来我就会领受痛苦，对不对？所以还没有播下痛苦种子的时候，他就怕了，不敢种。我们众生不是这样，所有上师一切佛菩萨他们一直不断的一口头声的强调，所有众生们，你们不要这样子，一定要为因是比较正确的，对不对？但是仍然所有的众生都是我行我素，完全辜负了佛菩萨对自己的好意，那没办法，脱离不了。实际上来讲的话，确实这样，对不对？对，就是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当中讲的，先我们一定要了解我自己个人存在的方式是如此，确定了解我个人存在的方式确确实实了解的话，这个我自信由无自信的状态是你了解的越来越深。我们平时讲的透过缜密思辨才能了解维系的道理，确实这样嘛，对不对？我们承办了智慧资粮的时候，一定要透过自己的思想缜密思辨，才能我们理解维系的道理。了解维系的道理的时候，你在内心产生了很多的智慧，这个产生很多智慧，就是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殊胜的智慧，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那没有我们这样的传传衰衰衰的一个学习的方式，得过且过的一个想法，所以那个就是没办法成不了大事的，真的没办法的。一定要缜密思辨才能维系的道理，了解维系的道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承办我们智慧资粮的方式是一定要听，博学多闻，多多听，多多闻，对不对？那我们平时讲的思熟成慧，那多多听的话得到了很多的听熟成慧，多多思维它的内如义理的时候，所以得到了很多的思熟成慧。那了解思熟成慧，确定了解它的状况的时候，按照它的顺序来进行实修的话，这是非常的正确的，对不对？一般世间的事情来讲的话，也是应该是这样的顺序嘛，当然是这样的，对不对？从小你就是当医生也好，律师也好，官也高官也好，总统也好，对不对？不管是怎么，你将来当什么，你想当什么，一定要它的前提是什么？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意志力、创意力，对不对？
一定要有就是走过的一个知识，没有的话你只是想而已，这个叫做一个痴心妄想，永不实现的一个希望。痴心妄想就永不实现的希望嘛，就像梦想一样，对不对？也许我们中国中国的人的说法来讲的话，梦想有实现，有实现的感觉嘛，对不对？这是我的梦想。但是你的梦想是，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好的。梦想就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只是你梦里做做梦而已啊，对不对？你的梦想把它当作一个你最好的一个目标，终极的目标的话，这个是话是不太有问题的，对不对？平时我们讲的痴心妄想，痴心妄想就永不实现的、不能实现的一个愿望、欲望，这种的心态，讲了一个痴心妄想，只是你想想而已啊。他的你想的这种的结果，永远不会实现的，不可能实现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叫做痴心妄想。对，我们承办智慧的方式，就一定要多多听闻，多多思维，对不对？那有了多少的思维，就有多少的结果了，一定有了。这是我们以道理来去推理的，就知道了。我们平时讲的，凡是走过必留下痕迹，凡是做过必留下痕迹，也可以，对不对？这是正确的。我们造业也是有这样的道理来推理的。你凡是做过并留下痕迹的是什么？做过做了这些事情的结果已留下来，产生了一些结果，这是它的痕迹。你走过了已留下来的脚印，这个也是你走过了，对不对？所以呢，已留下来的痕迹，所以它的结果一模一样的。我们就是一定要多多少少的尽自己的能力，尽量去听闻思维，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一定要把握当下，不要虚度，不要那个拉费这种的时间。我们生命就是一个刹那刹那间嘛，对不对？平时我们讲我的生命也是无常，一直不断的提，一直不断的提。我们佛教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槃寂静。我们当那个嘴巴念的当时，一定要它的内容同时一起去思想它的内容、义理、道理，不然的话嘴巴念念完全没有考虑到它的内容是什么，还是有问题的。就像八那个九观他念六字真言一样的，他东西上大概几乎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跟随他人念嘛，人家叫你就六字真言，他就习惯了，就叫出来了。他也不懂六字真言的意思是什么。那这样的话，虽然是你就是叫、念、持诵，一定有少少的功德、福德资粮。这个福德资粮，我刚才讲的，没办法改变你今生的一个意识形态，不正确的意识形态，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看，在内心的不正确的想法，都是一定要把这个不正确的想法都是一定要导正。导正的方式就是听，不断的思维，了解了以后，你已经偏颇的，对不对？偏离的、不正确的、错觉的，都是一个慢慢就是纠正过来，慢慢就是导正。除了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听思维，除了这个之外没有的，没有其他的方法。那有些人认为说，我们累积了很多福德资粮，总有一天恍然大悟，这是最荒谬的说法，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你想想看，如果
有这种说法人的话，我们一定要观察这个人。可以观察，有些人说我佛弟子，我不可以观察上师，这个也是说谎，对不对？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以及我们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允许，释迦牟尼佛就是当上观无余，如念结摩经，悉受非为境，这个至尊告诉我们的。你们作为一个弟子，学习的方式，依靠自己上师的态度、意识形态，不要搞错，对不对？一定要观察上师，你们也一定要观察我的言语、我的行为，不要马上就相信，因为我是世尊，很珍贵，我理所当然，你所说的都是我，就是接受。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的话，这是不对的、错的。这个我们的教主、无上的导师、世尊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观察。那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听闻学习，总有一天你啊累积多多少少的福德，你福报够的时候，你恍然大悟的，那今生就等待了，谁的福报不够，就是没有恍然大悟啊，那就今生就过去了，那就怎么办？对不对？这是欺骗自己。比如说举例来讲，我们世间的知识来讲的话，比如说研究所的知识，研究所毕业，还有大学毕业，大学的知识，还有高中的知识，那这样的等等，国中、科学、哲学、物理学，对不对？天文学等等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知识来讲的话，你只是累积的多多少少的福德，每天的祈求、祈祈，你今生就得到了毕业吗？你不相信的，你看，我们人的毛病在这里。这么简单的世间的知识也是，如果你没有透过，不透过自己吃苦耐劳，对不对？没办法，总有一天恍然大悟的。这么简单的世间的知识，没有透过自己的努力，没有透过自己的一个，对不对？吃苦耐劳，无法得到这样的世界知识的话，更何况是超越世界的佛法里面所谈到的证悟了。这是道理嘛？那所以呢，我们一般人真的有一点的奇怪的现象存在的。对，我就是在任何的场合当中老老实实的告诉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目标，我希望就是能够每一个人都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如何去承办智慧跟方便，对不对？这不是我自己苦学来风，自己制造出来的，自己捏造出来的，完全不是，这都是我们允许依靠经典跟印度大乘就的他们著作的论点，引用他们的论点、他们的正念来，所以推理学习告诉大家，对不对？那这是才是对的。那不然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们一定要每一个人天天都学、天天都思维的话，你们有一点点觉得，哇，这个话就是有点吃力的、刺耳，对不对？不太好听的，不想听的。然后跟你们讲说，哇，法力是无所不在的，佛法加持也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谁也无法挡，你相信他就好了。你天天都睡觉，不需要那么辛苦了，观想就好了，总有一天恍然大悟。你觉得这个是好听，原因是什么？我们都是被烦恼所束缚，一直习惯，对不对？肉鲍鱼之事，久不为其臭，真的是这样。久而久之之后，不知道这个臭在哪里，对不对？
我们的身心的习惯就是如此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众生的根气也好，个性也好，比较喜欢这种说好逸恶劳，生的时候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你看多多少少付出自己的努力认真的话，当然是有需要时间，还有就是一些的付出自己的力量，这样的话多多少少也身心上有就是压力，对不对？突破很多的困境才能做得到。那这样的话很多人不行，原因就是这样，好逸恶劳。那这样直接讲说啊，这个念念功德无量，法喜充满，那这样的话你只靠这样的，你能不能改变你自己的情绪，能不能改善你自己的情绪，就想就知道了，对不对？那真正的去听闻，按照佛菩萨他们所说的去思维听闻思维的话，就自然就改变了。原因是什么？对不对？这里有火灾，对不对？我们洒水，水有灭火的能力存在，所以火灾的时候用水来就是灭火，对不对？那我们内心就是一个痛苦的感受出来的时候，这个都是依靠我们内心的一些的负面的情绪，任何一种的烦恼而产生的一种的情绪，对不对？那正确的智慧一直不断的在内心产生的正确的智慧的时候，这种的智慧就是一直对峙不正确的想法。那我们自己个人的相续当中，不正确的看法见解就是越来越减少的情况下，你领受到的他们所产生的带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不好的感受越来越少，那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智慧之良，它的作用是它直接对治烦恼，能直接对治烦恼，确实这样。所以我们心经里面所谈到的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怪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原力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六度万合当中的第六度波罗波罗蜜多，般若是智慧，波罗蜜多达到平安的智慧，对不对？那这个智慧就是今天我们这个阶段所讲的证悟空性的智，不单单的证悟空性的智而已，它被菩提心所摄持的证悟空性的智，菩萨相续具有的智。那我们个人也有了这样的话，那就可以了，它就完全对峙一切的颠倒事，对，原理颠倒梦想，就梦是一般的，所有一切的颠倒都是由于这样的一个真无我的智，通达无我的智来，就是对治，就可以远离一切的颠倒事。道理在这，就是这个意思。 OK， 这么快。 OK， 那依于五蕴之后不用了，这个字依靠五蕴为假名也安立的我就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个人的存在的话，存在的方式是如何呢？依靠我的五蕴而存在的。那我们平时一定要一而再再三的去想我存在的方式是如何，平时我没有去观察的情况下显现出我来的那样，实际上真的不存在。这个时候恶执受恶执的影响，对不对？恶执的干扰左右，所以呢我就自自然然显现出这样的一个地势，有的当头的自信有的，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个人存在的方式也是依靠我的，只靠我的五蕴而安立存在的。那你存不存在？当然存在。你追本溯源的时候找得到找不到，找不到这个是正常，对不对？一切法都是正常的体性，没有问题的，基本上存在，他追本溯源找不到是正常的，
没有问题的。这个并不代表是不存在的，就是一定要知道。护持专户，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南台北分行，账号0300901577070，户名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加入藏研会，个人会员每个月100元，中心团体会员每个月1000元 ，email ttbtvoffice@gmail.com， 愿世界看见佛法。阿弥陀佛。